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تيانكو خو شي شو خو زاي شو خو فا جان جون فا خوي دا جون ياو زو يون يي تشي زون سون چون خ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شي دا جو ان لا زاي كو لان جين جون شو ني مان دان جين شو باي كون وان لا تيانكو و جيان جون وان و فاي جو و يو ان لا دو يي و او و جيان جون محمد شي ان لا دا بو رن جي تشي شي جي 伊斯兰教法为人们制定了一个权利在断绝、一情爱日清和不爱的基础之上的结构及米。基础坚固的社会制度，正如穆神所说，穆民在彼此有爱、关心和联系方面，譬如一生气。 一切不是人生为是不免合法少。又说二生二利人在做人时，如果干粮不多了，或者家里粮食不多时，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食品全部集中在一罐一罐布上，然后他们用一个 齐民平均分配，他们是我的叫声，我是他们的一员。伊斯兰国定了天课，天课是伊斯兰国的要素之一，二是它是伊斯兰的第三要素。伊斯兰国里出生时，因为它是 医生能获得幸福和报酬的大门，出现时是解决人们困难的原因之一。正如安拉所说，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征收人管，你既人管是他们的奖金，并使他们团结，又说 你们所设施的东西，它将补偿它，它是最有的供给者。牧师说：“伊斯兰以物养食为基础而建立，作证了非主安拉，只有我偶。万物非主只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例行白供，叫那天课。” 朝觐天方，分类每单月的债，认真研读古兰经济会发现，古兰经已经把礼拜和天课连接起来，只是为了显示天课的重要性和地位。安拉也鼓励穆斯林出现时，安拉说。 你们应当谨守白供，完了讲课，凡你们为自己而行的善，你们将在安拉那里发现其报酬。安拉确实明察你们的行为的。又说，信道是谨守白供，完了讲课，独行护事。伊斯兰教发言经，应告人们护事和防喜完了讲课。 安拉对胡适和放弃天歌者说：“灵系安拉所赐的恩惠的人，绝不要认为他们的灵系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于他们是有害的。复活而他们所灵系的财产，要像一个 像玄一样，投在他们的金像上，天地间的一圈，只是安拉的。安拉是持着你们的行为的。又说，教藏经人而不用于安拉道时，你应当以痛苦的心法向他们报喜。 在那儿要把那些金银放在活跃的火里烧。
烧红，然后用来烙他们的煎鹅。雷西亚和北极热舍你们为自己而交战的经验，你们常常站在有利的东西的滋味吧。阿卜杜拉·伊布尼·阿巴斯说，有三节经文与另三节经文相辅相成，若我无其一，无妨接受其二。一，安拉说，你们当服从安拉，当服从事实，服从安拉而不服从穆神是不被接受的。二，安拉说，你们当谨守白宫，完了天课，做礼拜而不出现事实是不被接受的。三，安拉说，你应当感谢安拉和你的父母，感谢安拉而不感谢父母是不被接受的。毫无疑问，事实和天课一样，因为他俩在社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因此伊斯兰教法鼓励出现事实。正如穆神所说，对于财产，除天课外还有应尽的义务。穆神谢谢念了这些经文，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人意。人意是信安拉、信末日、信天使、信天境、信现实，并将所爱的财产实施清弃，故而平民、旅客、乞丐和受屈女里，并经说白宫完了讲课履行约言。我说了以上这些，去安拉饶恕和你们一切赠送之万归安拉。各位穆斯林讲课和设施都会有所的重大的成果，其中包括：一、讲课和设施是活的真实即境和享受重大的保持的原因之一。正如安拉所说，安拉赤多利息增加政务，安拉不喜爱一切过恩的罪人。又说，先到二切行善，本仅受白供，完了将课的人将在他们的书那里享受保持，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会有找。牧师说，人类所度过的每一日都有两位天仙降临，一个说，主啊，求您给施舍者补偿的财产，另一个说，主啊，你让金丝者遭受破产。二，完了天课是身体健康的原因之一。穆神说，你们通过施舍治疗你们的病人，又说施舍却能熄灭安拉的恼怒，杜绝凶死。天课在实现社会平衡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施舍在社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无论是永恒的施舍还是公共施舍，如伊斯兰债权的收益将由于牺牲项目、事务项目、服装项目、重建房屋、提供就业机会以及为最贫困家庭提供人道主义、关怀和社会发展的善行。在当今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加强人们之间的友爱、友谊和社会团结互助，因为这些行为都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温情、亲爱之情和不爱，并使社会发展
得以实现。主啊，祈求你保佑埃及和所有国家免于各种患难。